吃过回转寿司吗？太贵了。如果是回转寿司自助餐呢？什么？这么给力？必须的。想要吃到实惠又美味的九上旋转寿司自助餐，就来3278 Midland Avenue Unit D 118金钟城内，电话416-754-9333。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 WOW TV 的国语晚间新闻，我们继续呢来关注中港台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5号，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1次会议在哈萨克斯坦首都拉斯塔纳举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10周年，这次峰会的主题是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凝聚共识，巩固团结。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上发表讲话，他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顺应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反映了新形势下成员国人民求和平、促合作、谋发展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胡锦涛强调，未来10年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关键时期，应该牢牢把握组织未来发展方向，全力将上海合作组织建设成为机制完善、协调顺畅、合作全面、开放和谐的区域合作组织。胡锦涛就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发展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睦邻友好，构建和谐地区。第二，增强本组织抵御现实威胁的能力，确保地区长治久安。第三，推动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地区各国共同发展。第四，加强人文合作，推动人民世代友好。胡锦涛最后表示，本次峰会闭幕后，中方将接任上海合作组织主席国，各方一致同意把这一年确定为本组织睦邻友好年。会议结束后，成员国元首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10周年阿斯塔纳宣言。10年来，上合组织一直将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与安全视为主要任务，在防务安全特别是反恐方面做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中亚地区地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战略地位重要。苏联解体后，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乘虚而入，严重威胁国家和地区稳定。为有效打击三股势力，2004年，上合组织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设立地区反恐机构，负责协调反恐演习、情报交流等具体工作。联合反恐军事演习是上合组织防务安全领域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从2002年开始，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分别进行了多次双边或者多边的联合演习。经过近10年的摸索，上合组织框架内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已经呈现制度化、规范化发展。随着地区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领域也在不断拓展。当前，比邻中亚的阿富汗局势前景不明，恐怖主义、贩运毒品、跨国有组织犯罪等威胁日益增加。上合组织已成立与阿富汗联络小组，向阿富汗提供了大量帮助。此外，成员国在信息安全、大型国际活动安保和跨境油气管道安保等方面的合作也日益深入。日前，中国交通运输部、发改委、财政部等5部委宣布，从本月20号起，对收费公路开展为期1年的专项清理，已经到期的公路收费项目要坚决撤销，继续违法违纪收取过路费的单位将严格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南方的水灾。从14号到15号，长江中下游地区迎来6月份以来的3轮降雨过程。这轮降雨与部分前期降雨地区重叠，防汛形势严峻。中国国家防总15号通报，江西、安徽、湖北以及浙江、湖南等部分地区降下暴雨或大暴雨。受降雨影响，江西修水、浙江钱塘江、湖南湘江等支流，以及安徽、广西等20多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戒水位的洪水。长江中下游干流宜昌以下江段及洞庭湖、鄱阳湖两湖水位继续回升，但仍低于警戒水位4.81到10.48米。洪湖防汛抗旱部门表示，连续几天的降雨加上引江水倒灌，目前洪湖已经基本恢复到正常水位。据中国国家减灾委办公室统计，截至当地时间15号11点，13号以来的暴雨洪涝灾害过程共造成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贵州6省7人死亡、7人失踪，8.8万人紧急转移安置。中国中央气象台于15号18点
将暴雨黄色预警降为蓝色，预计未来24小时，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南等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当地时间15号下午，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在澳门会见各界人士，听取意见，重申中国中央政府关注港澳两地民生问题。中央政府、中央领导人始终关注香港和澳门的发展，香港和澳门的民生问题吧。只要能够帮助你们缓解这方面的压力的，我们都会尽力去做。所以我想对通胀的问题大家都要重视，都要积极应对。我感觉到从特区政府来说，我觉得和特首的交谈来看，他对中下层特别是弱势群体吧，在这方面的感受吧，还是给予高度关注的，也在采取积极措施应对。我觉得澳门这方面条件也比较好，应对也比较得力。我们来转看一下海峡两岸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杨毅就海峡两岸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回答记者的提问。在这次发布会上，杨毅对两岸民众所关心的直航、共同打击犯罪等议题进行了说明。两岸直航方面，经两岸有关方面的协商，已经确定两岸直航每周的班次大幅增加到558班，但机票价格却一直没降。他表示，两岸直航票价应当下调。针对有记者提问的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议题，考虑到一些在大陆犯罪被判刑的台湾居民希望回台湾服刑的愿望，杨毅表示，大陆方面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与台湾方面沟通商量，优先处理其中重病患者回台湾的问题。他希望台湾方面采取积极的措施，妥善地解决好相关问题。而在两岸交流方面，杨毅表示，河南省长郭康茂本月16号起至23号将率团赴台展开中原经济区合作之旅，走进台湾交流活动。另外，两岸青少年暑期交流活动也将在7月份再次启动，规模将达1万人。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台湾塑化剂风波。当地时间15号中午，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再次更新了台湾受塑化剂污染问题企业及相关产品的名单。此外，台湾新北市板桥地检署呢，在同一日侦查终结宾汉公司一案。作为在食品添加剂中加入塑化剂的厂家之一，该公司负责人陈哲雄等人被起诉。陈哲雄被处以有期徒刑25年，并处1000万元新台币的罚金。在15号更新的名单中，增加了包括统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美达食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制造的统一番石榴汁、统一金桔柠檬汁、统一甘蔗汁等产品，删除了黄品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黄金果园卡布奇诺专用奶精粉和黄金果园丝袜奶茶两种产品。删除的原因，中国国家质检总局正在和台湾相关部门核实。目前受塑化剂污染的相关产品为971种。另外，台湾宾汉公司涉嫌贩卖添加塑化剂食品香料一案结案，负责侦办的板桥地检署认为，宾汉负责人陈哲雄明知塑化剂有毒，仍然故意在用于食品的起云剂中违法添加塑化剂。包括陈哲雄、王粉夫妇、儿子陈威成、陈威全在内的4人均被列为被告。陈哲雄被依欺诈罪等被求处有期徒刑25年，并科以罚金1000万元新台币。其他相关人员都被求以不同的刑期及处罚，而宾汉公司也被求处6000万元罚金。至此，台湾在侦办的添加塑化剂案，两家主要生产厂商的负责人均被求刑。好了，中广台的消息呢，就为您播报到这里。那么稍事休息，广告过后呢，请您继续关注今天的体育360。先来看网球方面，在去年温网夺冠后，就一直以各种伤病而高挂免战牌至今的萨琳娜威廉姆斯，昨天在荷兰全球保险集团国际赛中，面对去年的温网4强选手皮隆科娃时，克服了落后一盘的劣势，以1-6、6-3和6-4逆转对手。比赛开始时，久输战阵的小威状态全无，缓慢的移动和无目标的击球，导致他在前两个发球局都遭到破发。皮隆科娃则抓住机会，以6-1轻松赢得首盘。比赛进入第二盘后，小威开始提升状态，并加强了底线进攻的攻击力度，并且以6-3扳回一盘。越战越勇的小威在决胜盘开局就确定了2-0的领先优势。尽管皮隆科娃不甘示弱，并依靠小威的反手失误在第4局扳平了比分，但最后他还是无法与已经掌握比赛节奏的小威抗衡，并以4-6输掉决胜盘。再来看 MLB 方面，多伦多蓝鸟在主场迎战巴尔的摩精英队，
队，在第一局精英队先取一分，不过蓝鸟随后就在同一局将比分追平。比赛进行到第三局，蓝鸟拿下一分，并接着又在第四局再得两分。精英队在第七局开始反击，并且追回两分，但是蓝鸟队在同一局由 Aaron Hill 击出一分全垒打，再次将比数拉开。到了第八局，精英队凭借着 Matt Wieters 轰出的两分全垒打将比分扳平，但是蓝鸟队的 Adam Link 在第十一局击出一分全垒打，帮助蓝鸟以6-5的比分锁定胜局。好了，体育消息过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多伦多户外的天气情况。现在户外呢是晴天，23摄氏度，吹每小时10公里的南风，相对湿度为57%。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未来5天的天气情况。转看一下加拿大各大城市明天的天气状况。好，来到我们今天的趣闻时间。地球上呢，总是有一些非常神秘的地方，百慕大三角洲呢就是其中之一。多年来，这里呢曾神秘的事件是层出不穷，一些飞机和船只在这里呢会突然的莫名其妙的失踪。那么关于百慕大三角之谜，很多人呢都试图是给出解释，但是呢都没有得到证实。最近呢，美国的科学家呢就做出了一个新的解释。所谓百慕大三角是指位于大西洋中的百慕大群岛、波多黎各和美国佛罗里达州之间的三角区域。百慕大三角的神秘之处是这里经常发生一些超自然的现象以及违反物理定律的事件。对于莫名其妙失踪的飞机或船只，人们给出过各种解释，有的说是那里的地球磁力异常，还有人说是遭到了外星人的劫持，不过这些答案都不能服众。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科学家近日提出了一个新的科学解释，说百慕大三角海底深处释放出的巨大气泡或许是导致百慕大神秘事件频频发生的主要原因。科学家在对这片海域的海底深处进行调查后发现，百慕大三角区域的海底火山活动活跃，释放出大量甲烷水合物气泡，这些巨大的气泡上升到海面后就会发生破裂，无论是飞机还是船只，一旦遭遇这种大气泡的袭击，就好比遇到了气体炸弹，会瞬间失去漂浮能力，最终沉没。另外，巨大气泡的破解也会造成这一区域的空气密度急速变化，这就影响了飞机和船只内部设备的准确性，从而造成灾难。 WorldTV 李超报道。趣闻过后，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呢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收看，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